全球暖化议题继续受到关心，当年都是世界地球日关心的主题。环保署鼓励民众落实绿洲生态减碳，期盼呢顺利减碳行通比赛。今日早晨盼呢颁奖典礼，得奖的名单没有下家中，得奖的是新竹县永林乡的发良村。发良村也按多年来受到工业的污染，按多年来在居民的三望下，一铺一铺的同环境运输的观念，确实在生态度好来做到。简单一个动作，都是为地球上行卡多个能源。感叹竟是全球的方向，不到了看不出铁片喷发筒，有请村里强下来行进。来，右手比赞。在种个村里，一个一个上台领奖，看不出对一百空经营起始，推动地毯元素家电引进之土，每分钟元几组，通通几组。到了下窗台，有超过一千万个村里经营地动引进。今年嘅村里感叹疼痛，经过两万人嘅评选，对五十七个村里都选出四十个自主单位。我们未来都希望推动到每个社区，然后从每个社区村里来做起整个低碳的生活，然后也达到呢未来2050的这个目标。卡动起落未做得上，土生土长永林乡嘅花梁村，因此土五化工业气顺通，本地污染当严重。在安东以来，花梁村结合所有的居民同地摊转销的观念，确确土生发都来做。一百年成立次政府环境集体，天数富裕风险从个股身体，被推广环境教育。其实，安尼俩对到也唔系讲诶腿痛俩，讲系解决讲系忍痛啦吼。所以讲，为到安尼即家村乡村民受就会生发呢条，吼安尼必须要爱用做。今年世界地球日在到来咧，世界地球日今年提供投资安尼个全球做主题，福建全民对平时做起事，多关怀未来改善安尼个环境。客家新闻采集飞龙一片台北报道。